他是在偷吃东西吗？哎，啊，你是在吃啥？为什么你吃宵夜没有跟我讲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吃啊。你骗人，你明明就有吃，你明明就有吃。好嘛，不然我分你吃嘛。好，那给你。啊，这是啥？这是我的指甲，我留了超久的耶。不用了，我还有很多鼻屎还没吃完，你要吗？不用了。